好，弟弟今天要开箱这个玩具啊，这个是新买的，好，S01N700系新干线。这个旁边有胶带，这个。那需要我帮你撕吗？要这边。好。好，可以打开吗？我看一下，你是不是没错？对对对对对。说出来。哇，出来了。好，出来了。来，那你把袋子打开吧，袋子你应该可以打开的吧？袋子有胶带吗？对，找看看有没有地方抽出来。哇，力气那么大，每拆玩具力气都特别大。这个只有车厢而已哦，没有铁轨。好，因为你铁轨太多了。来看一下。所以他们才不会附铁轨。对，跟照片上一模一样。来。如果我在组有两个直线的铁轨，然后很多弯的铁轨的那种格子更像。对啊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看一下。嗯，很漂亮。啊，正版的都特别漂亮。好啦，这样子就开箱完，因为它这个也不用贴贴纸啊，打开。但是这个会亮灯哦，它走的时候。它走的时候会亮灯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这边有贴。哦，好啊，不然我帮你装电池好不好？来，打开来，装电池啊。来，这里有一颗电池。太棒了，今天最后一颗。对，刚刚剩一颗。OK， 好，给了吧。啊，我看一下哦，它为什么那边会亮？是不是那边有那个灯啊？好像是哦。好吧，给了吧，给了吧，把它把盖起来，待会就可以看它走了。哇，真的会亮哎！关起来，再打开，再打开，真的，而且它颜色好像不是只有一种哦。橘色，关掉，再打开，看看有什么颜色，有没有其他颜色？这个橘色啊。这橘色哈。嗯，因为一般的火车都是这样子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它只有橘色。好吧，那我知道了，这台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的灯会发光。好的，灯会发光。OK， 那你就拿去玩吧，好不好？嗯，我要组两个直直线的铁轨。给它走。好好好，去吧。